杨，小嫂子知道您喜欢听评弹，特意找了评弹先生来给您舒舒心的。对过海人心如石，公堂石下裂了龙。淑芳，娘，算账啊？哪里是算账，就自己练练手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有个好东西给你。这是？这叫激光盒。你看好了啊，先推这里，就可以打开。这。林大虎的卖身契，他总归是你哥哥，也是你最后的落脚点。我没卖到其他地方，只卖给庄上，让他种种田，有庄头看着，不让他偷懒。多谢娘。起来，起来。淑芳，你跟二爷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嗯，来试试看。对，娘，这东西真的是您做的？我第一任丈夫是个木匠，我16岁就嫁给他，他就把这个好手艺交给我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苦，我在想有了这个手艺应该有口饭吃，没想到一场病把他带走了。没过几天，公公婆婆就在找人贩子要卖我，说是小叔子要成亲，没有彩礼钱。我被逼得没有了办法，就求到了人家。请问你有什么事情？既然有一手木匠活，修修织机也是可以，留下吧。一个女人没有男人，
没有儿子，根本就没有活路。老夫人待我不薄，我也不想的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可是人家老爷，确实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依靠。小红姐姐平日里安安分分的，没想到福气倒这么好。哎，什么福气呀、啊？使了手段的，亏她还好意思走出门抽什么姨奶呢。淑芳，千万不要做亏心事，哪怕是一次，你以后都抬不起头。嗯，瑶，我记住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娘，吃早饭了。这些是什么？自从风儿出生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就有所寄托。闲来没事，我就做一点小玩具给他。这个孩子好喜欢。你二爷小时候啊很调皮，让他去看一些正经八百的书，总是看得七零八落。这种闲书一看就没日没夜，我怕他看坏眼，我就把他藏起来。淑芳啊，我的人生活得糊里糊涂的，你比我聪明，你以后一定活得比我好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觉得您比我聪明多了。你们呢，爱挑一些我喜欢听的话。娘，二爷啊最会说甜言蜜语了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天天和您说，好吗？嗯，快，赶紧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儿子是杀人凶手，当娘的能是好人吗？是上梁不正、哎、下梁才会歪呢。哎呦，生气了。哎，谁不知道你儿子是？我儿子不是杀人犯，我儿子没杀人。不是不是，我儿子没杀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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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杀人。
那没杀人谁信任你？那没杀人，你说没杀就没杀，你问问大家相不相信？那边击鼓鸣冤了，过去看看。快看快看，有人敲东门鼓。这不是人家一来就敲。我儿子人如风，人家大奶奶是清清白白的，没有杀人。哟，我当上什么千古奇冤呢？原来是沈翠喜和任如风这的奸夫淫妇啊！不是的，你说你儿子是清白的，那证据呢？证据？你是孤口无凭的。我就是证据，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来担保他们是清清白白的，没有杀人。娘。姨奶奶，姨奶奶，娘，姨奶奶，淑芳，喜文林说的对，我抓去哪里告啊？月去哪里神娘，你说怎么这么想不开、啊、唯有撞死在衙门前，让冤屈上到金銮殿，在那举房间把身书分明。大人，大人，出事了！升堂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敲藤门鼓！知不知道啊？敲鼓这人无论是否有冤枉，首先要杖责三尺。大人。民妇乃人门领事，庶民有冤，甘愿受杖。冤从何来？我婆婆人门陈氏撞主而亡，力证主母人沈氏和我夫君任如风清白。小女子特来讨公道。求公道？好啊，本官这就给你公道。来人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女子受杖刑不能超过两次，已经打过沈翠喜了，再打人林氏对大人的官声不好。任林氏，你的诉状本府收了，念在任陈氏以死相告，这顿打咱就给你记上，三日之后本府自会开堂审理，辨明黑白。多谢大人。